關於佢呢件事咧，即係 UGL 嘅事件咧，我係從來都冇同佢有任何嘅對話，無論係面對面嘅對話啦，或者係喺呢個私底下嘅聯絡啦、溝通啦、電話啦、電郵啦，或者任何嘅形式咧，都係冇嘅。會唔會即係承諾翻公眾就係唔會，即係你做咗副主席，日後都唔會同CY 傾呢件事，即係希望令到大家釋除疑慮？我覺得呢個唔係我一個人嘅承諾嚟嘅，即係我覺得任何嘅呢啲咁嘅聯繫咧，其實都應該要避免嘅。